做演员的，接个电话戏都这么多吗？明明知道是谁的电话，还非得问我是谁的电话，还要让我先接。姐，电话。喂，啊，你好，我姐在挖笋呢。稍等会儿啊，我把电话给她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谁的电话？是我，雨渡。你在挖笋？你去山里了？嗯。本来想问一下你，下午有没有时间出去走一走。宜兴这两年变化很大，东九盐湖造得很美。我在胡父的外婆家，明天要去山里爷爷家。玩得开心。初四我送你回上海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先挂了。姐，你们做演员的接个电话戏都这么多吗？明明知道是谁的电话，还非得问我是谁的电话，还要让我先接。我这不是看他一直没挂闲吵才让你接的吗？你不会说我不在啊？赶紧赶紧挖，晚上我要吃咸菜炒冬笋，快点挖，别玩了。我觉得这有。你是姐姐听你的。